看它能慢慢长回去吧。刚才那么高兴，现在不高兴了。唐诺一见我过去直接跑。二喜啊，你看你的脖套，你戴的，你把棉花都给咬坏了，咬出来了。降龙十八掌，你看用哪个技？36计，看用哪一计？那个小头晃的。吃长胖胖。嗯，看这个现在状态其实感觉差不多。好很多了，对。来我们院这几天吧，都长胖了。主要是现在。小盆不够吃，大盆也不够吃。妈妈妈。还有第二盆儿，小灰灰。小灰灰成为朋友了没有？小灰灰最近被小乌龟软磨硬泡的，非要和他交好朋友。小灰灰不理小乌龟，小灰灰，他俩名字有点串。已经是在学院的一个融洽的、畅通的狗狗了。行，暖暖，暖暖，快来把头套给你摘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快来。恭喜你又获得了一份自由。嗯，对。擦眼睛，擦脸。好几天没洗脸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听见来这什么？暖暖，以后暖暖就是你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多适合你、啊，嗯，真漂亮。来，我们班里，或让我住进你的心里。你看他在试探。我是喜欢你的，好喜欢你呀！来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家庭里，好吗？过来，来我这里。你看你的小腿儿。这个小可姐她这两天状态我看还是可以，嗯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有点难。她现在适合出院吗？可以出院。
从咱目前的状态来看的话，是可以出院的，并且昨天到今天，嗯，就是最起码今天我们给他涂药，他的反应不是特别的剧烈，嗯，不是特别强烈，说明他还可以，还行。哦，我看他后面，其实他是又吐出来一块的，那后面那一块手术之后，他还会再缩回去吗？会的，他现在做完之后，他还是会有水肿，炎症水肿，就是伤口嘛，他炎症水肿消下去之后，他就缩回去了。哦。尿道的话，因为我们是插管之后才去给他切这个脱出来的东西，小便的话会去肯定会有的，他只是会前几天不太顺畅。哦，就今天早上我看到你发的那个他拍尿的照片了，但是我们刚才就是和他接触一段时间，发现他还是蹲，就是蹲不出来，还有吃饭也不太好嘛。炎症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刺激他，他也会有尿频的这种症状。嗯，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过程。就是他蹲，他可能不会就是说对他伤口有什么伤害吗？不会，放心吧。腹部伤口肯定是没事的，腹部伤口很小。嗯，那吃饭呢？其实昨天的时候他还能吃一点，这两天就一直没吃，全靠挂水去给他喂食了。不太吃的话，我判断可能一般来说3到5天都是正常的。如果再不吃的话，可以考虑给他辅助的喂吃的。然后小炎的话，给他口服或者说打小针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那麻烦你看一下这个费用是多少，然后看我们能接多少。暖暖，要摸的小眼睛都闭上了，这么舒服，睡着啦。给他看看吃不吃，来，小小的可以吃进去的啊。嗯，还是有点不吃饭。今天我刚才问护士，他说早上也没怎么吃。多少吃一点吧。肉肉啊，不吃饭你怎么有营养？放一只狗粮，放一颗狗粮，好吧，这样吃吗？吃一口。一口。还是有点不吃。正好给那个钱一块取出来，然后正好给院长。好好，我先收拾一下，哎呀，真好。